韩剧《顶楼》是韩国 SBS 电视台于2020年10月27日首播的季播连续剧，分为三季播出，由朱东明导演、金顺宇编剧、柳甄、金素妍、李智雅等主演。该剧讲述发生在韩国上流社会居住的一栋100层的顶级公寓中，富豪家庭为将子女培养成为名流，不择手段的故事，同时伴随着复仇、出轨、金钱交易等内容。